是太棒了，观众朋友眼睛是雪亮的，对。但是呢，我们努力做节目，观众朋友他们用收视率来回馈我们。对，谢谢。两位都是辣妹，他们要来现场，而且等一下就有可能看到他们的素颜。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是演艺圈千古不变的定律。名花生死斗，现在要给被遗忘的演艺圈名花们重新站上舞台发光发热的机会。为了和新一代玉女偶像明星竞争演出机会，名花们将在节目中以卸妆素颜的方式会去正式重生。今天即将在节目中重生的艺人有整形女王、人工美女顾洁，以及率真直言、九国名花林薇薇。出道时间加起来超过30年的两人，将在节目中首度素颜入镜，超劲爆的名花生死斗震撼登场。好刺激了！现在欢迎第一位顾洁来喽！就出来了。今天穿这个样子看起来好舒服啊！真的吗？先跟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好久不见。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整形皇后顾洁。哎哦，好大方哦！哎，奇怪了，你大方哦，完全是很大方。有些人只是弄了个鼻子，然后他就因为我不敢让人家知道什么，这样是不对的。整形皇后，对啊，全部都是，全部都是。而且他这个多的数量已经算是整个屋子拆掉，只留下骨架，重新再来。我是台湾的 Michael Jackson。身上长过多少地方？你算过吗？你看得到眼睛、鼻子、牙齿、下巴、胸部，牙齿也可以整哦。光眼睛好像就几十次了。对，眼睛就11次了。11次啊！因为眼睛跟做到眼睛跟蛤蜊一样。各位，这个啊，在我们小时候啊，这样的人我们会称之为什么？什么？什么？杀千刀的。对呀、啊、对呀、啊，刀疤妹。那你每天在那上手术台都烦了嘛？不会，可是我其实在我眼里看你们通通都要上。那这还假？先讲我好了，我要上哪里？天王。哇，你的脸都是皱纹，怎么办呢？哎呦，我在脸皱纹呢。啊？哎，怎么办呢？啊，你大面呢？大面啊，你敢念我的面？啊好啊，你不要讲。你这个，像小潘潘。潘潘皮肤不错呢，皮很松哦。对呀，对呀，他比你好。可是呢，他这边打肉毒杆菌呢，就可以变瓜子脸哦，真的。还要垫一点下巴啦，我要垫下巴。你的脸太圆了，你垫一垫会像我这样上镜头。可是阿公阿妈都喜欢这种阴影的脸啊，我们靠后皮阿妈了。我们现在管镜头。所以我跟你讲，你现在就是为了要美，他还要更美，永远追求没有一个止境。对，身上总共花了多少钱？哦，100万，不到100万，怎么可能？哦，那还不觉得值得吗？对，当然啊，比在恶魔岛值得啊！我在你恶魔岛开了摄影工作室，就亏100多了，是吗？翻旧账了，你都不知道吗？翻旧账，那你知道你今天的对手是谁吗？大家卸妆以后，我知道啊，谁？薇薇啊，李薇薇啊，对啊，哇塞！哎呦，哇！他现在是清纯的大学生呢。你对自己素颜有没有把握？当然有啊，我卸妆很像大学生，很漂亮。真的吗？清秀，皮肤很好。加油加油，好吧，先来一首表演 ，L O V E， 萧亚轩。顾洁今天要表演的歌曲是 Elva 的新歌 L O V E。传说中，这是一首让人一听就很想跟着节奏摆动的超动感舞曲。大胆挑战如此高难度的节奏，顾洁有足够的实力吗？赶快来看看她的表演，是不是也能够和 Elva 一样展现出完美动感的节奏呢？现场朋友，热情掌声鼓励！哇，有有。Yeah.
现在马上要看他素颜了。卸妆后的顾杰，我跟你讲，不看的话，你心里面一定难有的。来，宋仲，来来来来 ，Let's go！ 哎，节目好看就是这样，对，别拖刷，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不是强龙哦，他是不可能压进的。不是肥妞不来参加。林薇薇是肥妞哦，还好。我跟你讲，一个女孩子，你跟她讲，比如说她胖或什么，她用生命跟你拼搏。没错，没错，不要再说我们是肥婆。人家蔚为中国小姐第六名，对不对？但是她过去来讲，在酒店上过班，对，完全不避讳的把它讲出来，对，这就是面对问题。对对对，以前来欢迎我们的林薇薇。Say hello, say hello。大家好，我是薇薇。小甜甜，不要再装了，你是小甜甜。甜你的头了，甜。他不是啦。还说是小甜甜，哎，你真的是小甜甜。小甜甜布兰妮吗？是。对呀，小甜甜布兰妮。我跟你讲过，其实你现在是最可爱的时候。对。有没有？越来越漂亮。期待波赶快了嘛。对。刚小钟什么说什么小胖妞怎么样？那什么小胖妞？是丰满。乱讲话。胡说八道，我们自己不会看啊。但是我们这个薇薇啊，她算是啊，把这个很多这个事情抖出来的，有没有受到压力啊？我已经转型了。有没有看过我出入你这个所谓的私人招待所了酒店？老实说出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各位观众朋友，有要还他个清白，敢勇敢检视自己的。没有要敢勇敢检视自己的，对，就是这样了。嗯，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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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艺圈，你是有机会的。今天来了就是要表演，好吧？你的对手就叫顾杰。哎呦，哎呦！你的卸妆之后，你觉得对他有威胁吗？你觉得你赢得了他？我因为我比较年轻啊。我年轻就是本钱，这叫什么？这叫青春无敌，有没有？对，无敌，无敌，你是皮笑啊，有。所以你今天带来一段表演嘻哈的 ，Coco 的。你闻吗？那你今天 Coco， 他表演 Coco 的。林薇薇现在要演唱的歌曲是风靡万千少男少女、动感天后李玟 Coco，Coco 一直是最佳节奏的不二人选。无论唱歌或舞蹈，对节奏精准掌握，绝对是亚洲歌坛顶尖的佼佼者。身材丰腴的林薇薇能不能秀出与 Coco 同样的性感与动感呢？现在就来看看她的表现呗。林薇薇跳舞啊，对，我还不知道她会指挥交通哎。他着重手的运动，手我好怕你那。好，下去卸个妆，先跟卸，好吧？好，让观众们。而且他卸完妆是怎么卸呢？脸卸，衣服脱。喂，脸就好了。好吧，来，请准备，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哎呦，哇！哎，今天要看顾杰跟林薇薇他们两位，真的就卸完妆直接就来了，你知道吗？真面目呈现在荧光幕上。现在顾杰已经卸好了，各位，一起来欢迎。没有化妆素颜的顾杰，素颜的顾杰，素颜的顾杰，哎呦，哎呦 ，sexy，sexy 哦，好好闻的耶，哎呦，哇塞，哦，厉害了，哎，穿这
个样子根本就是好像隔壁的小妹妹一样，对，有没有看到？感觉像打擂台赛。一起来看看，她里面穿的这件好性感哦，对，豹纹的豹，完全是透明豹纹的，有没有？哇，真的最爱，我的豹纹，下半身，哎呦。哎呦，哎哎，他睡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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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可以把这个头有点捏起来。先看看我们的这个，好不好？脸上素颜之后的顾杰，一、二、三，哇！讲出四个人体有软骨的部分，开始。膝盖、耳朵、阴茎，处理。哎呦，这这呀！大圣贺岁巨仙，赌王赌后大对决，明星教主王心凌与史上最强男子团体五五六六携手对抗综艺天王吴宗宪，最刺激的人性考验，最火红的博弈游戏，赌王赌后大对决即刻展开，一拳我就喊死你，两个二，哎呀，喂，还有要喊喊得多豪迈。你什么态度？人家两个二，这是一种酝酿。你喊两个二，我跟你讲，抓。两个二就抓。我们叫大一点的。好。王心凌，请喊牌。两个三。吓吓他。两个三。两个三。哦。哎，这样我觉得这一局要玩到这个开弓。对对对。我看宪哥有被我们吓到。你该不会是两个四吧？我刚刚为什么叹气，你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还好他两个二没抓。精彩内容马上回来。脸上素颜之后的顾杰，一、二、三。真的，不化妆比化妆还漂亮，好像没什么差别，跟你的味道哎。我打了光纤镭射三次，光纤镭射是让拉皮要光滑，拉皮，哎呀，还会往上提。哎，真的，哎，眉毛的眉形也长得漂亮。对，这可是双眼皮很丑，双眼皮怎么会丑？不会啊，他两眼不平均。哦 ，OK 啦，一般都不会看那么清楚的啦。对啊，黑眼珠太小。现在马上看看。打开浴袍说亮话，走台步 ，music， 哦，不可能，太难了，哦，哎呦天哪，哎呦，哦，哎呦，哎，怎么重心不？那鬼打中没掐到啊，身材真的保持得很好。真的，这个可是这里淤青了，这里怎么？这个真的是完美完美比例。哪有我的腿比潘潘还胖？啊，不会啊，我这边要再去抽一次。你还抽？不要了吧！我跟你讲，他已经哦，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搞得太病态了？何必呢？没有，因为我知道我穿这么性感去看整形医师都可以打对折啊。哦，真的吗？对啊，所以。如果你要去整形的话，就穿性感一点。哦，这样就会有折扣吗？价钱会比较便宜。那我可能都整。你今天这张脸呢，打个分数吧。我觉得哦，哎，我觉得他卸妆之后真的比卸妆前还漂亮。98太好了，谢谢。你怎么那么会讲话？98，差不多。你几分？99。98，99，那我100分好了，因为他没有变。没有变，也没有变丑，没有变。你们都这样骗来宾的吗？没有啊，我们善良。改口了，宪哥厉害，这三个人给那种烂分数。宪哥两个字而已，在我的心目当中他是无价。这一招厉害，他就真的是在骗来宾。林薇薇也来了，有没有？你有没有把握干掉他？当然啊，当然的。一起来欢迎我们林薇薇来了。小公主有没有来？直接来看她庐山真面目，好，来一、二、三，林薇薇，哇，好可爱，哎，好可爱，小妹妹哦，她的
可爱，你好可爱哦！对啊，来来来，先重新 say hello 一下，而且像混血儿，好清纯哦。大家好，我是微微。哎，还是变呢，可爱耶！皮肤捏一下，捏一下，捏。啊，皮肤好好。真哎，你说的真对，青春无敌，真的。哎，我捏过人家那种小 baby， 有没有一两岁的那种，很像哎。真的就是很像婴儿的屁股 ，baby fat， 对对对，那屁眼就是这里了。喂。好摸，哎，互摸互摸，来来摸摸。哇塞！好，喂，他可以摸一下。我哪没晒啊？你怎么不行？我哪不啊不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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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乱摸了。那你这个平常怎么保养啊？其实我是完全都不上任何保养品的，因为我就是如果比如说工作完卸妆回家，我就让皮肤休息，我比较不会像别人都会上很多层这样。对啊。哦，那你会不会想要去抽脂吗？我抽六次了，不是吗？五次，已经抽5次了，那效果不好吗？喂，就知道没抽的话多恐怖了，周美一个。还有一件问题，我们要问个清楚，对不对？今天大家都穿着这么性感来了，你内裤那也要短呢？你今天是黑色的内裤，对不对？我奶奶都没穿这么大件。这是我们很喜欢穿大件内裤，有安全感。对，会觉得就是被我包住。来看一下他以前的照片哦，男朋友，这是我19岁喜欢的男生，初恋，带我去九份玩的时候，哇，好帅哦，好甜蜜哦，手牵手，手牵手，后来还有联系吗？这个人没有，他后来跟他女朋友和好了。哦，那是他过度，有没有什么话想特别对他说？今天机会呢？大告白，谢谢你带我去九份玩，很开心。他叫做我真的忘记他的名字。好，姓王啊。啊。我们一起来欢迎王先生来到我们现场。有来吗？好。欢迎王先生。来来来，当年这段感情的故事啊，让我们岁月不饶人啊哈。19岁那一年你们在一起的情况，可以把我们整个状况讲一下。想要这样。微微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你都没什么变呢？没有，我头上已经没毛了，还是很帅。因为以前你都在摸我的头啊，真的很怀念。啊，后来你们大概等于是将近20几年没见面了。对。你觉得当年他最性感、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他的小腿。小腿，哎，对，你讲话要实在嘛，真的。他腿的部分哪有小的？他大腿基本上跟小腿是一样的。小时候很小啊，对不对？小时候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就是谢谢你带给我很多很美好的时光，还是很想念你。他有一句话想要告诉你，各位有一句话想告诉。深藏多久了？很久了。虽然身材没有以前那样的好，但是我还是爱你。哇，好感人，好感人，好感人，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哇，好感人，王先生，再次谢谢啊，我们王先生能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请回宝宝。哇，好感人，谢谢王先生，就明显好感人，真的很感人。两位现在要跟镜头玩靠近我的游戏了，好，那就你先来好了，好，请准备，预备，第一位啊，顾杰开始。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我还是很美。哇，超自信啊！预备 ，Action！ 你可以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再靠近我一点，再靠近我一点，越近圆圈越我先来你喽。这今天他们两位的一个表演呢，让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敬业，对，非常有看头，有没有看到？谢谢。但是呢，再好的比赛终究要 compare， 要分出一个胜负来。胜输赢。紧急开会。哎，一定要，今天怎么那么低？这个是一，哦，这个是二，一，二，三。再一次好了，班长，再一次，再一次吗？这个是代表1分，这个1分，这个1分，这个10分的，绝对要再一次。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winner is 林薇薇小姐。继续进入我们的齐天大圣侯赛，哇！马上进入我们手指嘴巴不一样，那你怎么跟我讲不一样啊？比较化手，再一次，再一次，要默契啊！预备，七，嘴巴手指不一样，拜托差那么多，赶快欢迎我们特别来宾了。第一位，我们的 Jason， 拍拍照，拍拍照，还有阿丹，今天怎么把两个人摆在一起了？哥，哎呀，好像啊，好久不见，真的很像，有没有？很像，是不是？对呀，对呀，对对。哎呦啦，好好好，不错不错，好，好，这些都次要的啦。最重要的是因为今天线少了。当然当然，一起来欢迎 Stacy， 大家面前。有没有看到线少？线少，哎，不要这样，哎，你怎么跟宋心怡长好像哦？来来来，相认一下，相认一下，相认一下。好，心怡你好，哎呀，对呀，对呀，对呀，今年成绩最好的一位了啊！要买房子了，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啦。Hello， 大家好，对呀，对呀，马上进球吗？嘴巴手指不一样啦。嘴巴手指不一样，顾名思义就是嘴巴说的和手指比的不一样。所有参与游戏的来宾跟着节奏一起打拍子，一到五的数字任君选择，轮流叫号。如果嘴巴说的和手指比的数字相同，就要接受限时30秒的乱问乱答。在其他来宾及主持群没人性、没教养的捣乱吵闹下，还能够在限时内回答出正确答案，就可以继续进行嘴巴手指不一样的游戏。否则就要接受最冷血、最变态、最惨不人道的恐怖处罚。今天要被魔王3天没洗的小手在脸上揉搓挤拉扯的倒霉鬼是谁呢？嘴巴手指不一样，疯狂登场。1 2 1 2 3 4，嘴巴手指不一样。5，嘴巴手指不一样。4，嘴巴手指不一样。3，嘴巴手指不一样。5，嘴巴手指不一样。1，嘴巴手指不一样。3，嘴巴手指不一样。好，犯规了。你累，我不知道，我到从这边过来啊。当然啦，就是那边还有。还要撒娇的撒娇，哎，有撒娇也要公正哦。来公平哦 ，Stacy， 你今天撒娇也不看看这一边有状况吗？今天比较不方便了啊。好，30秒内讲出5个要冲泡过后才能食用的食品，比如说泡面。嗯。好，开始。茶包。然后，甜心教主王心凌与史上最强男子团体5566携手对决综艺天王吴宗宪。吹牛跟演艺圈的资历是两回事。你还嫌皮，嫌被冲上？你听好一句话，4个4，四个四啊，好严重啊，4个4。要让你难看，我就这一把让你难看。4个4啦，你的脸色很难看。我觉得宪哥的比较难看。哎，少伟，不要冲动。好，请将你的电视音量转小，恐怖的音感歌来喽。精彩内容马上回来。讲出5个要冲泡过后才能食用的食品，比如说泡面。嗯。好，开始。茶包，然后咖啡。对对。变态。汤宝浓汤。汤宝浓汤。小双，你在干什么？
家族六位艺人，开始。吴宗宪、吴宗宪、钟钟欣怡、马国基，还有马里奥，还有马自立。好，恭喜过关。完了。有，宪哥有父王的嫌疑啊。马里奥，你这样子弄，宪哥叫不起吗？舒服吗？老板。哦，可以上桌。这么喜欢颜色吗？怎么？谁掏我的头？好，小钟，完蛋了！没有，你再见不到你了。我真的答对了。真的答对，简单。对呀，很难呢。那跟你说五个，请说是五个手指头，各是什么手指头算的？也很简单。这个太下流了吧？来。好 ，1 2 1 2 3 4。讲出七个，七个要签名的时机。什么？签名？什么状态下要签你的名字？预备，开始。离婚、结婚，还有那个签公司的合约，还有那个银行，还有那个在法院就是要打拍屋，那个打拍屋的时候买房屋要签约，还有那个市政事务所，办身份证的时候，还有哎呀走开了。恭喜！好，各位，真的过关了吧？真的过关了吧？结婚、离婚，他讲了啊，收挂号信，买房，然后买房子签合约、收据，然后借据、警察局交保啊，信用卡，恭喜过关，好吧？这个合理的吧？有他第一个答案就是离婚，是感同身受，贴心哎。好，注意了 1 2 1 2 3 4。嘴巴手指不一样，五。嘴巴手指不一样，三。三。嘴巴手指不一样，四。等一下，我以为他是宋明啊。怎么样？小哥顿了一下。怎么样？我以为他喊停啊。你以为他挂了是吧？对。他没挂，他没挂。锤子来，30秒内讲出。还没出题目来，吓我一跳。30秒内讲出四个人体有软骨的部分。开始。膝盖、耳朵、阴茎，然后。阴茎。阴茎。也有软骨，我哪知道？这交男朋友要检查一下。哦，但是他有讲阴茎有了，膝盖也有，耳骨还有什么？还有手肘、脚踝。手肘、脚踝没有啊，鼻骨。鼻骨了。头盖骨。
耳骨他有讲过了，所以讲了三个，差一个。哇，那怎么办？站好了，香吻一枚。什么好意思？哦，亲谁这很重要，对不对？这还一线的，这当然是对不对？哎，来来来来，哎呀，两位开玩笑，走，轮。哎，干什么？哎，带回去。人家又没有要你，对啊，该是对不对啊？处理一下，对不对？来来来来，你来跟他亲一个，好不好？来，王彤，来准备。纯对纯呢？要喊一下，哇，纯对纯，还是舌头？舌头对舌头。哎哎，没有没有，我怕你跌倒，我怕你扶着扶着。好，预备，开始。垃圾垃圾。恭喜过关。1 2 1 2 3 4。嘴巴手指不一样。3。嘴巴手指不一样。4。嘴巴手指不一样。30秒内5个形容女孩子美丽的成语，开始。美如天仙，婀娜多姿，讲五个，但是他也念出15个了。对呀、啊。喂，答案没有，我要对答案呐、啊。对呀、啊，对呀、啊。不公平了，不公平了。好，各位，我跟你讲，三个男生，你惩罚过还没有？你们两个都没有。还没亲一下，两个 PK， 两个 PK。两个 PK。亲一下。对啊。啊，亲一下，对呀，赶快。真的吗？亲一下。好好。可以吗？对啊，亲一下。Stacy 来亲一下。纯对纯，开始。哇，哦耶，哦，好好哦。等一下，轮到我们，我们也。来来来来来来，请坐，三位女生。1 2 1 2 3 4。5种长在地上的，地上哦，水果，开始。原先教主王心凌与史上最强男子团体5566，携手对上综艺天王吴宗宪。一拳我就喊死你，2-2。喂，还有要喊喊得多豪迈？你什么态度？人家2-2，这是一种酝酿。你喊2-2，我跟你讲，抓。2-2就抓，我们叫大一点的。好，王心凌，请喊牌。2-3，吓吓他。2-3，2-3。哦，哎，这样我觉得这一局要玩到这个开工。对对对，我看宪哥有没有我们吓到。你该不会是2-4吧？我刚刚为什么叹气，你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还好他2-2没抓。王心凌5566下段登场。5种长在地上的，地上哦，水果，开始。西瓜，我的没有了。西瓜，然后草莓，西瓜草莓，柳丁，然后凤梨。知道，观众朋友知道他是谁，来信请寄到草。好，答不出来对不对？有很多草莓、西瓜、哈密瓜、番茄、香瓜、甜瓜、凤梨、桑葚、月莓、蓝莓、黑莓、覆盆子、黑醋梅。
你这样子，你长得好小头露面哦。好，看起来比较小了。答错。是来了，掌声给他们鼓励，非常开心。齐天大圣洪三林，齐天大圣贺岁巨仙，赌王赌后大对决，黑心教主王心凌与史上最强男子团体五五六六携手对抗综艺天王吴宗宪，最刺激的人性考验，最火红的博弈游戏，赌王赌后大对决即刻展开，现场热情掌声鼓掌。哎呀，王心凌小姐，哎，这帮那个算是国内啊，现在目前有一个节目叫做《至尊大对决》的，哎呦，对，大家来玩骰子。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心凌算是五五六六这边这个，这个游戏啊，当然会有一个小天使，对对对，到底是天使还是魔鬼呢？我相信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哎呀，交给我们小魔鬼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酸甜苦辣汁。哎呦，今天的这个组织是姜汁。然后你把任前面四个，你看你要青草汁，台中人哦，还是韭菜汁，还是苦茶，还是胡萝卜汁，任一杯加到主杯姜汁就可以喽。哦，好，那当然我们今天啊，恭喜你们打到这一关了，奖品呢这个非常丰硕哦，1、2、3、4、5、6、7、8到10，你准备选哪一号？三号，请取过来。哦，宪哥最大奖是什么？哎。谢谢小天使啊，哎哎，不错，乖乖乖啊，好可爱啊，啊，给你一对翅膀去当蝙蝠啊！哎呦，哦，这个奖品不得了了，哎哦，哎，哎呀，大家看一下，大家手气真好，过年手气真好，来，对啊，摆进去，哎呦，哎呦，哇，看到好多，看到这个角度看就是一个大奖了，哇，厉害，但是如果输的话。惩罚可就厉害了，苦茶，哎呀，吃得苦上啊，方为太多了啦，太多了啦，你这个白痴，那你这样怎么在家？我来处理一下。对呀，你这个一下加到满，那怎么办？宪哥有什么关系啊？大家开心就好嘛，过年嘛，对不对？你是台中人吼？对，聪明。那还要再加点韭菜汁啊，对不对？一点就好，一点，不要再加苦茶，够了够了，加姜汁，胡萝卜。让他们快乐一下。哎呀，好恶心！来来来，来来，这喝的还得了？我最讨厌咖啡色的果汁。各位，所以今天输了，肯定在我们大家面前把那一杯给干掉，是吧？可以吗？好啊，好啊，应该会是一个大奖哦。我出10000元，跟你换回来。哎，换不换？要不要换？换不换？换不换啊？不换。我只丢了一个。10000太少了，对，我觉得要换 OK 多一点哦，再加两，哎呦，2万5了，3万，过年了，好不好？3万给你买这个奖品，要不要换？大放送，3万买这个奖品，要不要？快，实在很难判断哎，到底是撩钱还是赚钱？心灵你自己决定了。好，我们剪刀石头布，我赢就换你。哎呦，这么容易动摇啊？你赢就换，我输靠老天爷就对了。你赢就不换啊？你看这一对想动兵还起内干，对啊，内讧啊。不，你赢那不要换，不换，还是不换，不换。我们用猜拳决定的，除非你再压。对不起，我们开会，怎么办？我觉得。再加上去是啊，这个大奖啊，对啊，当然要加上去啊，看他赶快换一换，对啊，对，都诱惑诱惑，加了，再加，哇塞哇塞哇哇哇呀，猪年啊，哎呀呀，哎呦，24 double 80 12哇 double 6万啊，所以是6万块。六万块跟你换这个奖品，如果再不换，确定直接就来，确定是六万块，6万换换啊啊！好，哎，不是啊，我们要识时务者，6万块还不换？不要，我这个就好啊。确定要换吗？有汽车哦，有汽车哦，确定吗？我换就换。6万块，我们就赌我们拿不到汽车，里面很可能是瑞士进口的大汽车。对啊。
不可能啊！而且我不相信，因为瑞士没有汽车。我要德国的，我不要瑞士的。确定吗？换了吗？换。好，马上进行完至尊对决。王心凌小姐，开始摇。你准备？骰完了之后呢？我们待会请摇骰。哦。摇骰不是咬人啊！人不用摇了，你泡沫红茶啊你！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无至尊的牌。嗯，无至尊，哎呦，好，再来看看王心凌的牌。哦，哎呦，哎呀，好像还没打开。哎，还没开是吧？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开一下，开一下。特写久一点，让大家知道我要来主持。哦，打开。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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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告诉你们，你们真的输定了。哎呦，不用怕，我们有赌王王少伟。好，请先彩拳，彩拳，输家的先喊。什么是彩拳？彩拳，彩拳，石头布。哦，行，先攻，先攻，输的先喊。输家先喊。一拳我就喊死你。哎呦，哦，两个二。喂，还有要喊，喊得多豪迈。你什么态度？人家两个二，这是一种酝酿。你喊两个二，我跟你讲，抓。两个二就抓，你这什么烂？有点男孩子气概吧？来抓来啊！来，要不往上喊？千万不要。我们叫大一点的。好。王心凌，请喊牌。两个三。吓吓他。两个三。两个三。哇。哎，这样我觉得这一局要玩到这个开弓。对对对。我看宪哥被我们吓到。你该不会是两个四吧？我刚刚为什么叹气，你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还好他两个二没抓。好。宪哥，我如果喊两个四的话，我训掉了。对对，我天王白干，白干两个五，两个五，好，接下来换我们的王心凌，一还在哦，一还没有喊掉，谁都不想喝那一杯，吸到六万元哦，三个六，三个六中计了，我告诉你，慢慢勾，慢慢勾，等到你咬住，一把冲起来。观众朋友，这个牌喊三个六，有没有？喊呢。四个三，四个三，王心凌喊出四个三，完了完了，厉害，会喊，想要把我们勾住，我告诉宪哥陷入两难了。勾住之后，我们慢慢把你的钩子拿开，哎呀，拿开了之后再把你踹回去，哎呀。四个六啊，四个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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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要乱改我们的数字。哦，四个三呐，哎呦，犹豫了。四个三，我看你这个样子，要抓，露出输的脸，还是往上喊？我现在喊什么，他都可能会。而且在你头的旁边就已经浮现了果汁的样子。哦，好，哎，我就直接跟你 PK 了。哦，五个三，五个三，往上喊，五个三。要不要抓？还是要再加上去？五了，抓，抓，你抓，抓，抓，抓！大胆小东，竟敢在李元景头上拔马哦！我爱你，我也爱你。这两个像话吗？带走。老师爱跳舞 ，music。笑下段登场，超级笑料保证热翻天。五个三，五个三，往上喊，五个三，要不要抓？还是要再加上去？五了，抓，抓，你抓，抓，
抓抓，不要抓，抓抓抓抓抓，节目要做，朋友也要继续抓抓抓抓。我们胜负分了，还是朋友。嗯，抓。确定吗？五个三，我就不相信你不能当喽。好，确定要抓吗？抓抓抓。那先看我们这个王心凌的牌，他到底有几个三呢？我们只有两个，两个三，那表示我们宪哥要有三个三，三个三，宪哥，否则这个六万块就失手了。各位，哎，不要碰到骰子哦，到底不要碰到骰子哦。吴天王里面有没有？到底有几个三？不要唱。你有两个对不对？是，我只要三个，你们就要喝掉那一杯，不含一哦。对，不含一哦，不含一哦，确定吗？确定。好，小钟，哎，你口渴吗？哎，说过没有挡的哦，没有挡的，没有代打的，算，我就是欣赏你，没有代打你，你什么东西？这一杯我是为你们喊的，各位，你倒霉了。哎，两个，差一个啦。两个三啦，总共加起来只有四个，四个三。啊，吹牛啊！宪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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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哥。我也叫你过来吗？你那么主动干什么？我跟你讲，兄弟情，好不好？你帮我挡半杯就好。我跟你是兄弟吗？好，我跟你挡一下，你就不是扁平了。我跟你讲，今天帮我挡半杯，这一生我都不会讲说你有一个丑字，好吧？我早就不丑了，我是美。我知道，一生当中我都不会讲，你半杯就好。半杯啊，挡一下啦。你这朋友我交定了，交定了，交定了。加油！好，一句话 ，OK。不过就是姜汁嘛。姜汁，我们大家帮你加油。加油！加油！林蕊了，再加油，再往下，不是，你要把场地弄脏没关系，你看挂麦哭就不演。小钟，你跟着我多久了？经纪人哦。老板，九年，九年，九年。孙总叫我们喝，我们也不敢喝。是吗？我小钟跟我九年了。哇，哎，宪哥一直都觉得对不起你，没有把你带到一个非常走红的位置。哎，我跟你抱歉，好吧？哎，对了对了，你跟公司的合约还有几年呢？还有一年多。我那算蛮长了哦。对呀对呀，来了，那我敬你，好吧？我加油啊！掌声鼓励给宪哥！哇，这个天王就是天王，有那个气概，对不对？对，没错。查甫人杯得唔当气气面啦！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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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宪哥，我觉得你这样问哦，没有办法挑起他一些，你知道吗？是啊，这个就是感恩的心。其实我要问一下小钟啊，对，大概算一算，加合约有十年，十年大概有几个月，你知道吗？对呀，十年哦，哇，120个月，哎，很长哎。120个月有几天，你知不知道啊？你现在在考数学还是你要很难算？你数学科啊？对，我想要让他知道，其实这段天嘛，对对，你要有感恩的4000天。但是我拉过来吧。我的世界，我要先闪远一点。我觉得等一下会乱喷。我去追飞也是另一种美。太感人啊！来来，吞进去了。哇塞！看完这个处罚之后，我只能说还好，我们不是现现家的。恭喜获得60000元奖金！我跟你讲，今天我们要做就把它做到底，好不好？好。六万，我们就 double 12万。12万。如果你们赢的话，12万给你们。哦。没有的话，这一杯不要有任何人替我喝。好吧，要输寡的话就对。确定吗？确定，真的要赌这么大？盖印章。好，真的要赌这么大？没错，我们有赌王少伟在哦。哦，厉害哦，少伟哦。那我跟你讲哦，12万赢的话带走，输的话调一杯。来，请了，请摇甩双方。人不用摇啦，先。
OK， 够了啦！宪哥，我觉得你身体摇的比骰子多哎。好，来了，我们先看一下吴天王的他的这个牌是什么牌。哎，哦哟，好，这是吴天王的牌，王天后的牌。哦，这倒宪哥感觉有机会哦，十二万哦。哎喂，你有开吗？我没看到那个有。哎呀！剑刀石头布，好，这一把由心灵先喊了。由心灵先喊。由你今天的用词用拼音都怪怪的。两个一，又喊一，先把一喊死。大家看到你的表情，你的表情，这个老奸贼就是把一先喊掉。夸张了。他来狠的哦，宪哥。又喊一，他每次都把一先喊掉。你以为？我们年轻人赢不了你这个老狐狸哦。两个三，哦，两个三，两个三，这一拳真的不能输。先把那个果汁给我拿到中间，来，输了就对喝。两个四，啊？两个四，两个四。我现在如果抓你，你可能会恨我一辈子，对不对？不会。两个六。两个六哦，没有一哦，我先跟你讲清楚哦，一已经不能当任何数了，这个牌在输你，我真的我就把骰盅给吃掉。哦，大家听到了哈，骰盅要吃掉哦，追哦，给我刀叉，要不要配白饭？有可能就对了，这个刀叉可能弄不坏，所以三个四，三个四，转到四了，改喊。宪哥苦恼了，宪哥又陷入两难了。第一次碰到了敌手，哎，哇，这么难！以为你纵横演艺圈这么多年，三个吹牛跟演艺圈的资历是两回事。你还小脾气，别冲上，我制造一点气大是吧？好，制造一点气氛。你听好一句话，嗯，应该就是 PK 了啦。听好哦，哦。四个四，四个四啊，好严重啊！四个四，要让你难看，我就这一把让你难看。四个四了，你的脸色很难看。我觉得宪哥的比较难看。哎，少伟，不要冲动。好，少伟觉得自己会输了，把果汁已经自己拿过去了。抓，啊。还不知道谁会哦，这么臭啊！四个四，好，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的。你现在喊四个四，我抓嘛，对不对？没有，你喊四个四，你喊的亮牌，先看心灵的牌，一个就够了，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宪哥如果没有四个四的话，我们也不要瞧不起他，对，五颗骰子只要有四个，天哪，我们就输了，演艺圈。还有伦理吗？没有，没有。我一世的英名就输在一场牌局里面。哦，所以说得好，十赌九诈，观众朋友们不能再赌了。就在我的赌书声中，马上要进入更精彩的。刚刚你有说哈，请先把牌打开，你以为把场面弄得哀戚就没事了？宪哥。两个四，两个四，只有两个四，真的会喊呢，好凄凉的两个四啊！好了，哎，其实这一杯也还好，颜色看起来对啊，还是你要刀叉？它只不过是姜汁加青草汁加芹菜汁而已。你是我们这一边的刘伯温小姐，对不起，你还能跟人家哈拉？我们一人一半啊，干了干了吧，我们一人一半，我喝了。好臭哦，这一杯。来来来，喝的这杯，再说吧。哎呀！哇呀！掌声鼓励一下。吞进去了。各位朋友，钟哥，叫我们大哥伯。输了，愿赌服输了。有味啊！哎呦我的妈！OK， 好了，来来来来来。
好友会，恭喜获得12万元的奖金啊！祝福你们今年呐、啊、都能够大吉大利，加油了，给他掌声鼓励一下！齐天大圣，好帅！哇哦！以下节目内容为保护级。唱大声一点，快 solo， solo， 小凡，嘿，哦，继续，严谨，感冒哦，好，大声一点，王彤。同学们，大家知道我们上课的时候，大家规定是不能笑的。上课喽！笑是人的自然反应，但是现在不准笑，就是要挑战人类的最高极限，就是不管发生什么状况都不能笑，不然就要接受恐怖女教官的红不让处罚。让我们赶紧来看看今天的现在不准笑会发生什么爆笑的趣事呢？同学们，上课喽！今天大家特别注意的第一堂课呢，欢迎到刚刚从总统府回来的水莲杯金嗓奖歌唱界新星申喉咙。老师好。你好。哎，老师好久没有看到你了。好久不见。今天我们要上的一首歌啊，叫做是《木宅谱也敢去》。听说你有一个助教有来的，欢迎助教。哎。哎，今天两位这个服装的打扮应该叫做中西西合璧，中西合璧，有没有看到一中一西？那么这是西式的，这个是中式的，对，很显然这是臭豆腐加上你，有没有看到？好，那老师再帮我们示范一次。好，嘿嘿。先要示范的技巧还要加上表情，表情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有戏剧张力哦。是亲手宅男把妹打绝招，强而有力放电的双眼。我爱你。强而有力放电的双眼。哎呦。Hello。莫德拉斯。五秒钟逗笑女生的功力。加能贴，加能贴。大胆小众，竟敢在李严谨头上拔毛。我爱你，我也爱你。这两个像话吗？带走。精彩内容马上回来。李严谨同学，李严谨，你干什么？上课中你偷笑，带走。老
是我懂了，这个是有一种步步惊魂的感觉，你每一字一句都要唱到人家的骨子里面，错一个字一个字都要很清楚。那请助教来唱一次好了。是啊，这个助教唱的不太好，他那个脸上的步步惊魂，每一个字都好像受到惊吓一样。比如说这样，掌声欢迎，知道吗？一句一句教他唱，预备，来，起，嘴巴要张大，掌声欢迎，啊，脱下了，再走。老师唱一句，你唱一句，预备，起。我将天命哟，我将天命哟。哎，你的哟爱哟。再次。我将天命哟。下一句，下一句。那天。王小彤出来，站在助教旁边。我们重要的老师交给助教，助教再交给同学，一人唱一句，好吧？哎呀，第一句哈，错乱爱情一边起。错乱爱情生根蒂，错乱爱情生根蒂。错乱爱情生根蒂。哎，不错。王彤，你干什么？王彩华，彩华姐，彩华姐。各位，我们的助教可以称之为美女杀手，教官偷笑，带走，来人啊！打打打打，又打。才笑一下，于小凡同学，请到前面来。范小凡啦，范小凡啦，范小凡小姐。哦，拍谁拍谁，来。哎，讲错了，主持人打一下。你在笑什么？带走！你这个痛伤疤还想打我？没那么简单。痛伤疤你呀！下一句，预备。范小凡，范小凡，范小凡，带走，带走，带走！好，你严谨，好，你严谨，好，你严谨。好，那听几句一遍，起。唱不出来，我决定找我们班上最会唱的，是哪一位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的教官了。加油，教官，加油！一，预备，起。那条脊骨外里，嘿，那条脊骨外里，那条脊骨外里。小潘潘王头。
关在黑姑是不是？没人打。走开！嘿！回来。好，那么要请老师来示范啦啦队的方式来唱。没错。如果这个歌用啦啦队的方式怎么唱？嘿，哟！错开爱情的感情，我就替你用。哟 ，check it out。小朋友们，过来！上课了，笑什么？好，各位，等一下，那个他示范完，你就要准备了啊！预备 ，one two three four。王小彤，小潘潘，李延景，过来！我听见一句我爱你，风啊风也跟你。啊啊啊啊啊！花听雀，请到前面来。嘴巴嘟成这样也没有用了啦。哎，预备 ，one two three go。哦哦有有有。哦哦哦，哎呦呦呦。哦哦哦。王彤，你干什么？好了，谢谢老师，谢谢谢谢助教，好，很棒啦，很棒啦啊！那同学，大家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千万不要再笑了啊！因为等一下要上的这一堂课叫交际课，一起来欢迎交际课白三元老师。哎哎，老师，老师在骑脚踏车进来是不是？真的。哎呦，还有表演！哎，白老师你好，那么今天要上的是老师的裤子没有做好，老师你的裤子前面崩开来了，没有，这个裤子就这么大了，对的，啊，里面是还透明的，对，看得出来有万国旗在，哎，老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要教我们大家的是什么？追女仔的四大绝招，哦哦，就交女朋友是吧？对，哦，李延景小姐，请到前面来。你开始第一个对他放电哈，好吧，这四样施展出来，你就是他的人了。前面一点，要有一双强而有力放电的双眼。我爱你。五秒钟要逗笑女生的功力。你敢不？你敢不？你敢不敢这样停？哦，老师，我好怕下次看不到你。报告宪哥，我还是听这领导部了。具备一副动听的歌喉，你要珍惜这一次的演出。路边一棵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济南的天空，秋风的雨，还有最冷的理想。绿香草，绿草香，绿草香，绿香草嘞！你要不要吃草莓口味的？绿香草嘞！要让对方感受到无比诚意的心。我爱你。好帅哦！爱你。Hello。好好好，来，可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找一位来示范给你看啊，那个白云，白云，白云，哦，桌头桌头，哦，预备，一要有强而有一双强而有力放电的眼睛，啪嚓，Hello， Motel。哎，李延景，干什么？不是要讲普通话？有。哎哎哎！他有这样。然后一见面就叫人去 motel 哎。因为老师，我跟你讲，现在的 motel 六星级，很漂亮。哦哦，只是去约会啊，不见得。有时候我们去那边吃个餐点，好好好，那再一个，再一个，或是借个厕所也可以啊，对不对？五秒钟逗笑女生的功力。斗鸡眼啊！
你拿我啊，不是，你开棍，你开棍，你开棍，他们叫人 Q。小潘潘带走，换王童上来。好，具备一副动听的歌喉，预备，开始。路边一棵榕树下，是我怀爱念的地方。要有一颗让对方感受到无比诚意的心，十指交扣。何必笑了在安外，情郎散破在斜阳。不在了啦。哦，老师你看他自己来了。老师，他不是我的菜。好，请离开，谢谢。谢谢。来，彩华轮到你好了。这种好吧，来，阿丹就你了。为什么我要轮到彩华姐啊 ？OK 啊，哎，嫌人家，还嫌你呢？你对啊，关你就过不了了，对不对？眼睛一双强而有力放电的眼睛，你有吗？对呀。而且我今天是王，你只有半双而已。两位，预备，开始。一双强而有力放电的双眼，请叫我王心凌。哎呦，帅哦 ！Hello， 摩托。声嘶力竭，男女大不同。哇，晕倒了！哇，很好，很好，很好。当狐狸爱上小兔子，另外一只狐狸又进去了，这就是俗称的老狐狸。好，第二只狐狸帮这兔子进行 CP 啊。精彩内容马上回来。帅哦 ，Hello， 摩托。五秒钟逗笑女生的功力，一定要跟她一样吗？不可以不一样，随便你，随便。三。李延锦同学，李延锦带走。同时要具备一副动听的歌喉，开始。请。路边一棵榕树下，是我怀念的地方。一颗让对方感受到无比诚意的心。好，回去坐。各位，我要来为大家示范一下。李延锦，不是你，请坐。宪哥，我们不是，因为是我这个。他不是你的菜，我才是你的菜啦。没有，还是宪哥的饭呢。我跟你讲，你不能说是我的菜。你是属于叫做我的收水。带走，把收水带走，带走，带走。求你，李延锦小姐。老师亲自上阵哦。强而有力放电的双眼。哎呦。Hello。莫德拉斯。莫德拉斯，你去叫家。加两片，加两片。
李延景，嘿，六次，宋老师，还没开始表演你就挂了，下了，小潘潘小姐，好，范小凡小姐，来来来，各位，尽情连环说爱我，朱勇，从我开始好不好？好，预备 ，Action。我爱你，我也爱你。我爱你，我也爱你。调戏人家啦，出力！叫你跟他说我爱你，你干嘛？西门庆调戏潘金莲啦！站住！站！站！回站哦！预备，来，小钟这边开始 ，Action！ 嘿，开始。这两个像话吗？带走。小钟，来，喂，小凡，喂，李延景，假刘海，来，假刘海，你把人的头发都拔下来干什么？假刘海，带过来，全部带过来，全部过来，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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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再不道歉，啊，撑撑撑撑。头发是假的，你把它扯下来干什么？男人，你怕死你？难怪颜色不一样。跳过，从这边啦，一二三 ，Action， 转。谁上课要偷笑，我就处理谁啊！哦，十指交扣。你还没跟他讲说你爱他。我也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也爱你。哎呦，啊，哦，我爱你，我嘛爱你。我恨你，你给俺出去！范小凡，你都没有骗老王彩华跑过来，王彩华，你干什么？人家我爱你，你跳过来吓人啊！好，哎，从你这边开始，预备 ，Action！啊，伊是发烧哟。最近牙头较悬啦。哇！我爱你。我嘛爱你。无咱争一个。干什么？上课没这个环节，来后面一点 action， 拍他肩膀，请他转。小菠菜。
我叫他去的，不用打扮了，原谅了，哎，还是要跟他演完了。对 ，Action！ 我爱你。好，不准笑，不准忍住，忍住。我也爱，我也爱你。好 ，OK， 转身。小泽同学，快！Action！我也爱你，还有一个人等着你去爱他。我爱你，我比沈明颖最好，我比沈明颖最好。可是你有口臭。我爱你，嫁给我好吗？我是真心的，沈玉玲是玩玩的。我受不了了，好臭啊！好，回来，掌声给他们鼓励，请坐。好，谢谢我们的老师白马王子，谢谢各位。接着下来是我们的中文课了，同学大家最喜欢的中文课。恐龙孔雀老师来咯，哎哎哎哎，两位老师您好。那么中国的古诗词是博大而精深，能不能为我们念一个古诗词啊？床前明月光，这个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哦，若要人不知，除非与我为，财源广进达三江，生意兴隆通四海。哎呦呦呦！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哎呀！哎呀！好啊！夫妻本是同林鸟，大象乃是各自飞。哎。不错不错，所以你看这个中国的古诗词啊，是博大精深。今天中文课的第一课，这叫什么？声嘶力竭。这是什么意思呢，老师？用的声音太多了，声音太多了，力量都没了，已经没有力气了。哦，已经快要失掉。示范一次，七。因为已经都没力气了，只剩下嘴巴对着声嘶力竭就对了。好，哎哎，白云啊，是，请到前面，你跟他示范一下，二三。哇，晕倒晕倒！哇，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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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华同学声嘶力竭，一二三，两位请回宝座休息。太好了，请两位同学来示范。小钟、小凡，傻傻分不清楚。预备，开始。干什么？笑了笑了，干什么？带走。是人家的小钟。好，打。OK。第二。张杰，
哔哔啵啵，潮爆米花，哔哔啵啵。好，两位示范一下。哔哔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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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哔啊啵啵，哔啊啵啵啵啵，哔啵啵啵啵啵啵，啊啵啵啵啵啵啵，哔哔啵啵啵啵啵，哔啊啵啵啵啵啵。来，阿丹，跟老师示范一下，哔哔啵啵，开始。哔哔，哔哔，哔哔，啵啵，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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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啵啵，啵啵啵。好了啦，好了啦，好了啦，有口臭。好，看下一个，兔死狐悲，哇。请两位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兔子死了，狐狸啊，哭，悲伤，悲伤啊，假悲伤啊。哦，他目的就想吃它了。示范一下，兔死狐悲。愿服从指挥棒是国民应尽的义务。我爱你在心口囊。小聪来穿带舞带舞，哎，台客舞来了 ，two and one two three， 嘿！精彩内容马上回来。试看一下，兔死狐悲。谢谢老师，哇，示范的好棒啊！王彩华小姐，阿丹先生，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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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只狐狸又进去了。进行 CPR。下一刻，人仰马翻，请两位老师帮我们示范一次，开始。是吗？头往回头。好，很好。白云，你演马，老师。这只马好大一只哦。绕场一周。小凡凡，过来。绕一圈的，绕一圈，绕啊绕啊绕一圈，人仰马。
各位，哎，老师，这句话是谁说的？猫哭老鼠架慈悲，老鼠猫哭耗子，猫哭耗子架慈悲。好，猫哭耗子，两位老师示范一次。哦，猫哭耗子假慈悲，很好啊！哎，来，小钟跟老师示范一次 ，Action！ 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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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好，没什么效果，请回去。哦，笑了。范小凡，王彩华，彩华，笑笑，带走。为什么管？为什么管？为什么管？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辛苦了。嗯，好的，各位同学，接着下来是我们同学最喜欢的声乐课了，一起来欢迎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的徒弟帕莱帕基。哎，哎，老师先为我们大家示范一下发音练习。哦哦哦哦，最高音，最高音，最高音。最高的音啊，停停停，你要呼吸啊，老师，我怕你没呼吸就过往了，血压高起来了。好，范小凡小姐，一边跟老师发音练习，一边起。干什么？掉下掉下掉下，快点，哎，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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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唱啊，一边起。发音练习一下，预备，起。等一下。再一次。哎，哎，哎，好有意思，这个有意思。哎，不错，示范一下，示范，预备，起。没有，舌头没有吐出来。吐错，舌头。对呀，打出来。我打，然后你舌头吐出来，预备，开始。哎，对对对对对，很棒。小钟示范一次，预备。哎，小凤来，预备，开始。哎，是是是，感觉这样感觉没有那个舌头没有真正出来，真的没有出来吗？再一次试，预备预备预备，开始。王彩华同学，笑话吗？不要笑。真的，真的蛮痛的。笑了，好，来跟着老师念一下啊。好，你回去了。那个李延锦小姐过来，老师，这首歌叫做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好，来，请老师教我们念一遍了，一遍起。六沙六沙六沙 more than I can say。 好，好，第一句。 Oh oh yeah yeah oh oh yeah yeah 我爱你在心口难开，我爱你在心口难开，我对你的爱的那个一天比一天强烈的，哦哦哦，哎，我对你的爱比一天强烈，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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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爱你在心口难靠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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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报告，我来听你哦哦耶耶，我也动不掉。对呀，啊，你要认真念啊。TTV， 三秒钟之后马上回来。哎，你认真一点。英文，一遍七。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 Say. 王彩华。你是不是听到那个啊，就会受不了啊？爸，你是发疯是不是啊？喂，再给我一次机会。好，来。我一定 say 得出来，好不好？来，来，老师念。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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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李延景，王彤，喂！王彩华，过来念英文。I love you， 六字上。Twice。Twice， or too much。Tomorrow。Tomorrow。Oh。Oh。带走！王彩华，输了就打了。好，老师念一遍，一遍七。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oh, oh.快小凡过来，谁呀谁呀，快小凡通下了啊，通下了啊，通下了啊，我去，好，小钟跟老师念一遍，一遍七。 Love you twice as much tomorrow. Oh, oh.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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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跟老师一起来和声啊，一遍七，从 as much tomorrow， 哦哦，一遍七 ，as much tomorrow， 哦哦哦哦哦跑出来了！啊！撤撤撤！好，来回去坐好。哎，阿妈，老师示范演唱一次。啊 ，music， 啊，听一下原版。
最后是高音的。好，来预备 music。哦哇耶耶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I love you twice as much as my love。哦哦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高音的。很好。好，范小凡，还有谁？还有谁？小潘潘，唱一次。1, 2, 3, music。高一的。I can say。哦，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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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请回宝座。好，来，王彩华，该你了 ，music。Hey!